五官有一官好，必走十年旺运；五官有一官不好，必走十年伤衰败运。您看我这个，你这个能走五十年伤衰败运？哎呀，又听到了大伙的掌声啊！哎，熟悉的地方，虽然说不是很热烈，我也不知道你们在干想什么啊。啊，今天这个主题是什么呀？什么呀？魔术，魔术。哎，什么叫魔术？哎，考考你。魔术你不知道吗？就是本来没东西，然后刺啦噼啪噼里啪啦变出一东西来。来，你现在变出一个。啊，刺啦噼啪，你相声词倒不少。就是后期加工一下，然后就变出个东西来。大家说，哎呦，好，这能变出一花来，这能变出一树来，魔术。好，那单从汉字上来讲，什么叫魔术？这你难不倒我。汉字角度上来讲，就是上面一个那个，下边一个那个，然后这就叫这个。哪个？就那个。哪个？那个。哪个？就副导演脸上写那个。那写的是山楂树下。哦，山楂树下好胃口。哇，这个广告植入的没有痕迹，一直就是润物细无声的。但是你这解释的不对。怎么不对呀？对不对？什么叫魔术啊？啊，它是玄幻、变幻、魔幻、叫唤。叫唤。就是各种机关还喊出来呀。哎，对了，单从汉字上来理解这个字来讲，那就不如从妹子上来理解。什么叫从妹子？什么叫汉子呀？就从汉字。哎呀，你别老吹毛求屁，多味儿啊，吹毛求疵。你别，你这个字眼你不要抠了，不就得说字眼吗？你看一个上面一个麻，下面一个鬼，就是麻痹鬼用的。哎呀，好玄幻呐，对不对啊？其实它就是骗人的。哎，对，这东西都是假的。对了，但是来说啊，所有东西你看是假的，你以为的是假的。对。但有些东西它半真半假。不是，要么就是真，要么就是假，怎么还有半真半假的呀？比方说啊，街边你不知道你遇见没遇见有这么一种，什么呀？就是算卦，这更是假的了。骗人的，这不可信。都骗人的，不抓起来了吗？那可能是。百密一疏，他要真的呀？哪儿就真的？你瞧你那表情，哎，我跟你说，我就不信这个。我跟你说，哎，我就会一手。你有点玄幻了，给你来一个魔幻的。别，真的啊？你不信这个是吧？都是假的，都是假的。今天来，我这么着，我免费，我送你三卦。免费送三卦，那更不要了。免费的不值钱，都不是好东西。真说我这卦要不准，我给你100块钱啊？不是，卦不准，给我100，行不行？一共三卦，三卦啊，一卦100，不准就说不灵就给钱。头一卦不灵，来快！我可不是心疼钱，我可不是在乎钱啊，各位。他说的眼真真，咱听的真真的。只要有一卦不灵，来100。我还没算呢，你再给我窝折了500，碰瓷不算啊，没算呢，还得等你算出来。对了，算出来不灵啊，不灵你就说不灵。我算啊，你的父亲只有一个。行，不灵，不灵，灵灵灵灵，我哪儿说不灵了？我看你的表情，不是我这是这么准吗？啊，这个准了，准了准了。第二卦啊，第二卦，我算你的父母不是双胞胎。哎，你犹豫了？我没有，你犹豫？没有，我的意思你把钱揣好了，这也准，太准了。你看第二卦又准了，第三卦啊，是我算你不是有哥哥就是弟弟，不是有姐姐就是妹妹，要不就是哥一个。你就是神呐，嗨，真是我哎，我还真有一哥哥啊，这样一哥哥，有一哥对不对啊？我算啊，你哥哥比你大，但是他再大也大不过你爸爸去。我的个天哪，你就是算卦界的天花板啊！别磕头啊，我没跪下，我老弟啊，受累问问您是不是就给我算过一次啊？怎么了？您这下出门不让人打死啊？不让人打死呀？啊！您这算的哪个是卦呀？这不是废话吗？我爸肯定比我哥哥大，多新鲜呢！比我爸大那是我大爷，这不跟你开个小玩笑吗？可是他不好笑呀！我不是你不信吗？不是不信，这就没有的事儿。真给你算算，真能来、啊，好吧？啊、哎，首先是给你看看手相。还知道看手相怎么样啊？来，行，把爪子伸出来。我没有，怎么了？没有爪子。哎，没爪子呢。废话了。老话说得好，说什么？相面不看爪，必定没传法。谁说的老话啊？我。我们这都叫手，
啊，说手不合辙，相面不看手，必定没传法，不行。相面不看手，必定没传授。哟，这不就得了吗？也行哎，什么叫也行？您找这辙不完了吗？还挺巧妙。那可不吗？行行行啊，多细腻呀、啊！来，我给你看看啊。嗯，首先说看什么呢？看的掌中啊，这三道纹。三道纹，所谓的天文、地文、人文，就生命线、感情线、事业线，咱都一块看。但我看的不是，我看的是这道横着这道，这是什么？这叫冲煞纹。怎么讲？哎，你看掌中横生冲煞纹，幼年必定受孤贫。若问富贵何时有？我克去本夫，你得另嫁人。听我的，再找一爷们儿啊！最好啊，谁还鼓掌啊？这是哪儿？就我的，你就找一个姓郭的一胖子，我跟你说，保你大富大贵。我先不去找爷们儿啊，你先找找大夫去吧。怎么了？你看看，我是个男的。别逗姐，你别老到天津去叫姐姐啊。姐姐，谁跟你是姐姐？我是男的。男的，男的，不能。怎么呢？相面伸手，男左女右，你伸哪手？我这是右手。嗨，你就说伸左手不完了吗？那还怨我吗？您这拿我开着。拿我找笑吗？这不来哎，你看这只手明显就不一样，怎么呢？手指头分得开。废话，分不开那是压补。哎，看的是什么呀？手指跟手掌。哎，怎么了？两部分，指为龙，掌为虎，只许龙吞虎，不许虎吞龙。龙吞虎不受虎，虎吞龙必受穷。您看看我这个怎么样？你这有点半吞不吞。半吞，吃一半是怎么着啊？真的，大指为君，二指为臣，三指为主，四指为宾，宾主相齐是八宫高配。八宫，掌心挖必发家，掌心不挖不发家。那我这个你这有点四挖不挖。哟，那我这怎么办？我再给你挖一挖。没听说过，你见拐痒痒呢？你看看的这是什么？还男子手要棉啊，没钱也有钱。这我听过。女子手要柴啊，没财也有财。您看我这个，半棉不柴。那我这就是肉得炖炖是吧？不是，就有点不男不女。什么话这叫？男女各占一半。哦，手心基本上就这样了。就这样了。翻过来看看手背。哎呦呵，干嘛？您这卸胳膊卸腿来了？翻过来看看手背。哪位看手背这么翻的？那怎么翻？这么翻的？说就完了呗。哎呀，翻过来了。手背看的是什么？干什么？这道福筋。福筋，福筋若露骨，老年必受苦。福筋不露骨，老年必享福。您看看我这半露不露怎么办？你能活到此，那我还用你算呢？把我词儿说了。废话，您这老半吞不吞的。差不多，你呀、啊啊，说反正大不大贵也没有，但一路十路也不缺，知足就行了。把那手先收起来，哎，咱们给你看个面相，还真有面相这说。看看你看看，哦，哎。面相看的是什么呀？看什么呀？五官。哎，这说对了，对吧？哎，眉目鼻口。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我这全找天灵盖上了。盖儿啊，眉为保寿官，嗯，鼻为监察官，眼为什么官？眼为审辩官，嘴为出纳官，耳为采听官。哦，五官有一官好，必走十年旺运。五官有一官不好，必走十年伤衰败运。您看我这个，你这个能走五十年伤衰败运，没一个好的呀。你看放一块儿来说都差点了。那挨个说说呢？挨个说眉毛不好。嗯，眉毛怎么了？眉梢发散。哦，还真是。眉梢发散主兄弟不利。哟，还真准了，对不对？我跟我哥老吵架。你看，你看，嗯，跟你哥老吵架是。听我的，怎么把眉毛往下挪？眉毛往下挪，挪这儿，那我成四眼狗了。哎，咱别糟践四眼狗。对，我还有我呢啊，我走哪儿？大挪，大挪，往下挪二尺半，挪二尺，一尺二尺半，哎，挪到你的食指上。这眉毛挪食指上干嘛呀？哎，早上省牙刷啊。哎，没听说过。出门还是掸掸皮鞋。哪儿的事？这是眉毛该有的功能吗？那你看。挪不挪在你，说不说在我，我不挪，我不挪。还有哪儿呢？眼睛也不好。眼睛怎么不好了？眼不是人眼。对，你不是人眼，怎么我这大活人，我这不是人眼？斗鸡眼。哦，斗鸡眼，生性好斗，脾气大，看谁一个眼神过去，爱跟人打架。那是我老觉得怎么着看我不服啊？这 是不是因为这眼神没少跟人打架，是拌嘴的？确实老吵架了。所以说，听我的，怎么办呢？把眼睛戳瞎了。哎，对。凭什么呀？保你长寿啊。
哦，我就是因为看不见人家才活下来的。对呀、啊，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我不戳，你先别戳，我以后也不戳，先留着行不行？必须留着。鼻子也不好，鼻子怎么不好了？大头朝下。对，这确实是因为它朝上，它存水。你看，你看，老话怎么讲？又有老话。鼻孔外翻，哎、你听着，听着点。一视贫寒。嗯，你这唯一一个好处就做核酸方便。哎，嗨，我多耽误功夫啊！就是鼻孔外翻，还有这嘴也不好。脏不脏啊？你摸完鼻子摸嘴，这不是给你做个厌世子吗？好家伙，我还双彩，你看看，对不对？没听说过。嘴也不好，嘴怎么不好了？嘴小，我这嘴还小。你有舒淇嘴大吗？没有。有姚晨嘴大吗？没有。还是的，嘴小。哦哦，嘴小嘴大吃八方。八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东西南北八洞天呢。哦，嘴小只能吃一天。我吃哪天？你看你这个嘴型，嘴小，你只能吃西天。要想吃饱就得上西天。我吃贡品长大的是怎么了？你看你这什么话，这就是啊，别胡说八道了。我得说呀，我这说好不好吧，你听不听在你了。不听不听。耳朵不好。耳朵怎么不好了？小。我这耳朵还小啊。双耳垂肩，耳朵大有福，听过这话吗？那倒是。虽然说你没有脖子，但是你没有垂到肩。这个脖子有什么关系？你没有脖子产生的距离之间能垂到肩的。真是的。但你耳朵太小，没垂上。没垂上。你耳朵大点，大点儿，大点还能轰蚊子。哎，您拿我当八戒了是怎么来、哎、不许美化自己。我这我压根就不是个人。那是净坛使者。对，我得跟他，我还得一块儿吃西天去呢，我对不对啊？所以说你看、嗯、说不说在我，听不听在您。我都不想听你说了，我记不上了，先把五官收起。嗯，咱们呢，五官收起，我这儿有个门是怎么着啊？五官看完了，嗯，看看你的流年大运，这也能看。老话都说了，又说什么了？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哎，我这脸太长了吧？哪儿天庭，哪儿地阁呀？哪儿啊？天庭，天中、哦、司空、中正、印堂、山根、年上、寿上、准头、人中、水星、成角、地阁。哟呵，怎么这还给抖一个呀？对了，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哦，这么回事儿，对不对？啊，你看看你这个啊，一到八岁来说吧。走左耳，八岁到十六岁走右耳，然后左边成左右不分呢？你不是你这样转过去，这样啊，这回有脖子了。哎，左边成右边成，凌云、紫气、23、23，哎，24岁有好事啊！24岁有好事，对不对？对对对，这准了，这准了。什么好事？24岁我结婚，这不是好事，说一遍。我结婚怎么不是好事啊？别人结婚好事，你24结婚不好事。为什么呀？你看，各位看，你呀、啊，你的婚姻应该是在63岁。我24岁结婚挺好，我跟我媳妇儿挺好的。咱媳妇不是那个谁咱媳妇儿？谁咱媳妇儿？我说咱哥俩，这我问问你，嗯，你媳妇多大？我媳妇比我小3岁。小3岁，完了，问题就出在这儿。为什么呀？老话怎么说？女大一抱金鸡呀、啊。大二呢？大二抱蜜罐。大三抱金砖。大四毕业了，对，上学去了。我这小3岁不挺好吗？小3岁，我跟你说压你的运啊。不会吧？你看你就娶了这个小媳妇儿之后 啊，好比是万丈高楼往楼下走，高一步矮一步，湿一步泥一步，蜘蛛罗网在眼前，又被狂风吹半边，半边破来半边补，半边补了又团圆。蛤蟆来在养鱼池，自己为难自己知，别人说你心欢喜，委屈为难在心里啊。能听懂吗？能，差不多，对不对？这、嗯、好比说嘛，就是你左手拿个搂钱的耙子，右手拿个没底的匣子、嗯、搂一耙子搂一匣子，挣的钱不少，一分钱你攒不下。这是实话，就是因为你娶了这个小媳妇。哎呦，那这怎么办呢？这是这你怎么办啊？我听我的啊。嗯，给我什么？我没说完呢，给我退回去。什么叫退回去呀？我是费劲巴力搞对象，花那么多钱又买房又买你我不退，我赶紧还回去，我不还回去。你在哪儿取的？我在哪儿？你在哪儿取的？银行取的吧？你还谁娶媳妇上银行取的呀？不是银行发放吗？我不还，不还，不还。你不还不去，就留着，就留着。完了，你要留着这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年一年四季你都不好。春季吧，春季怎么了？就看你现在这感觉。春季来说，你有飞灾横祸，这现在眼巴前就飞灾横祸了。对，什么事？比方说吧，你走走道、啊、嗯，旁边墙上有个小猫，蹬下的一个砖，啪，给你拍死。这一个砖能给我大活人拍死？对，这砖重36000斤。
36000斤的一块砖，小猫什么小猫能蹬动它呀？机器猫。这不胡来吗？巧了啊，巧了，就啪就给你拍死了。哦，就赶上了。对了，哦，这春季就这样了。夏天，夏天怎么的？你有水灾。水灾？嗯，这怎么回事？好的，下毛毛雨给你淹死了。我下毛毛雨，我至于淹死吗？我这别人那都是毛毛雨啊，你这是倾盆大雨，降雨量是36000吨。就我戳这地界36000吨，一平方米，就你看这一平方米，哐哐下雨。就跟水泡一样，啪啪啪！我的个天哪！砸成小泥儿，我这水灾就这样。对，哦，夏天来，夏天秋天也完了。秋天怎么了？火灾，火灾，嗯，怎么了？小火之灾，啊，那小火没事儿，就是什么脱秋衣的时候啊，啊，产生点静电，给电死，电糊了。这点静电能有多少？能把我电糊了呀？36000伏。我穿着高压线呢，这怎么了？电成灰了。哎呀，好，这秋天说完了，冬天也不好。冬天怎么不好啊？冬天你有车祸。我有车祸。对，过了一个压路机。哦，对，那压路机从我那儿逛过去了，然后那压路机重36000吨。不对，啊，是36000辆。36000辆，每人压一回。我去给他们试车去了，还鼓掌呢，这个。赶紧压，要不然拿不着号了，真的都压没了，压没听说过，您别胡说八道，压成一个斑马线了。好家伙的，我还穿的白衣服压的。没有大哥啊，您说这我都不信。这都是你该经历的劫，就因为你娶了这小媳妇儿。这媳妇儿怎么了？你就听我的，你赶紧，你赶紧还回去。我不还不还，我这挺好的，就留着。对，就留着。对，要留着的话，我跟你说啊，你甭说今年了，啊，往后10年，年年都多灾多难，10年都这么循环着。但是真说吧，你要能把这10年。挺过去，接下来我就幸福了，就习惯了。去你的吧。谢谢谢谢 ，Thank you, thank you。哟呵 ，Ladies and gentlemen， 哟呵 ，Welcome the next 这对儿相声演员，嘿 ，the next 对儿 ，the next 对儿连一对儿都没了，和 us 有 a lot of same 的 place 来翻译一下，请您欣赏杨乃武写状，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谢谢。你们好，我跟你说，幸亏是我接这场，要是我师傅接这场，我师傅得恨死他。然后跟你说，剧场也生气，麦克风的架子就这么坏，来来回回的，总是在不经意间啊。到我们表演了啊，哎，这个刚才这个我们师爷啊啊，这个叫谢谢谢。谢文金吗？谢文金刚说完嘛，嗯，啊，和我们那个刀疤脸两个人表演了一段，啊，人家都没名字呀，刀疤东，刀疤东，对，啊，还挺俏皮，啊，两个人表演了一段啊，嗯，能说能唱的，学唱挺好，到我们表演了，对，刚才两位主持人也比较幽默了啊，上台展示了一下那个方言，嗯，对不对？确实这英文跟方言差不多。那 Listen and gentlemen 嘛，对，还宅他们。Welcome to 德云社，对不对？哎，啊，No speak。对。And no， 怎么都不让说话呢？这是。No、他们都说话，咱们听谁呀？哦，主要是听咱们。哎，对 ，Listen to me。The no smoking。哎 ，Please sit down。那他这句型都单词蹦出来的。咱会呀，这人主持人都会英文，咱能不会吗？您英文也行啊。那是了 ，A B 那个 C D 呀 ，E F G 呀 ，H I J K L M N 呐 ，O P Q 来了，老妹儿来了，老哥，
什么乱七八糟的？今天给大伙儿整上绝活。上什么绝活？给大伙儿生一孩子。喂，对，不来不了。你看看，你客户说了。我客户说的，人家花钱了，快生一个，别欺骗人家。我真生不了。你使劲，啪！您让我生气还行，生孩子生不了。好吧，今天。哟。哎呦我的妈呀！哪谁说的？谁？但就别难为他了。嗯。今天可能生不了。对。那个。不是，哪天都不行。哟，现在行了，你都不信你？你先打个样。有请大哥生一个，你大哥还互相谦让呢，说你呢，说你呢，你来，你俩你配合嘛，黄金搭档，对不对？一个成语叫迎难而上，那确实是难上加难呐。啊，这是什么意思耶 ？I don't know。好，你看这老展示方言。我这又是方言。行了啊，咱们呢今天就不要谈那个生育问题了。对，压根儿咱也没说这个呀，对不对？这个我干我们的力所能及的事儿啊。什么事儿？哎，我们在台上好好说说相声得了。对，今天啊是我们一个大封箱，封箱第二季。对啊，第二集都论季的，昨天是第一季，我以为今天是开箱了，一问说今天还是封箱。对，哎呀，我寻思这开箱啥时候开呢？也是个啊！我天，他们知道的比咱们都早。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你刚挺好呀。行吧，我就当他们说，对吧？我也听不清。那个，我听您搭茬儿啊，无所谓啊。心态啊，现在哪天开箱，只要封箱开箱，钢丝节观众都开心。对，对不对？这大的场合，演员乌泱乌泱的。那可不。尤其现在正在那个进行聋子科招生啊。哎，抖音直播呢啊，天天看，现在招了很多很多人了。是，德云社现在在壮大。对，就现在得有100多人了。对，也啊不止，我这新招的就得108人啊，对不对？这个72天罡，84地煞嘛。72加84等于多少？啊，73天罡，84地煞，那数还差着。你就说加起一起是天罡和地煞，反正无所谓吧。啊，反正这帮学员是个坎儿啊。对，都迈不过去是吗？不难着呢。哦，我们当时来的时候就不容易。是，这都熬多少年了？那可不嘛。今年多大了？我今年都40了。40了，跟大伙说说有什么长寿的秘诀？我长寿的秘诀就是给儿子捧哏。你现在跟谁学的呢？你啊，跟我别跟他学呀！我是这样吗？哎呦，咱们谁踩着你了？是，我挺好的一个小青年儿。小姨什么叫姨父？这辈儿就这么上去的，你看。姐姐，你看我哪儿像姐姐呀？是肚子吗？不是，你哪儿不像姐姐？你让各位看，方方面面一嘟了一块的这个。昨天开箱那照片啊，好像弄得我跟显怀了似的。我今天特意快换一身大褂啊，今天我应该收着点肚子，对，收敛一点，啊，收敛一点，这样还好多了哈，好极了。但是老这样也不是回事儿啊。哎呀，总得有放松的时候。对，我这是富态，怎么了？证明我来德云社，这些年我吃得好啊，这是好事儿。现在有房有房有车有车的，对，不错。真的不是靠别人，都是靠我自己一点一滴想象出来的。啊，做梦啊！就说有啊。该醒了，对不对？嗯，哎，我们来年头都不少了。对，他40了，我俩加一块都60多了。嗯，如今在您等一会儿吧。啊，又怎么了？老打断人家。哪怕您说咱俩加一块73、84也行啊。咱俩加一块是个坎儿。怎么就60多？对了，他40了，我30多一点。我跟岳云鹏同岁，都是85年，我穿着红裤衩呢，本命年。老板，确实是。确实是本命年，真是，你们看看这本命，你拖什么？去你的！
这点我可以证明，他确实穿着呢。真是本命年，85年的我们俩都是那样的。嗯啊，待会儿可以问问小月穿没穿。他没，我俩穿一条。哦。那你脱下来我们看看吧，你可能没穿。不是，好的穿一条裤衩，这不老话吗？好的，好的，好的。好，我俩哥们关系好，但是我确实没有人家火。岳哥，人家现在翻过了一座山，一座山，越过了一道弯，嘿，一，对对对对，您现在多火呀！但是有的观众说了，你岳云鹏，你能不能在台上别老那么娘啊？我觉得你这句话说的这个判断就有问题。怎么？你凭什么说岳云鹏是个男的？对，哎，不是，您这有点悖论了。对，我们小姐俩在一块儿哟。真是好的都穿一条红裤衩，天下无敌。好家伙，对不对？这个当当当当当，啊，一个弹琴，一个绣花嘛，真好，还给裤衩上绣花。你看见了？我是盲僧，少来这套，我看不见。一个是闪现踢。闪现踢你没有蓝，你知道吗？可以了，可以了，盲僧不要蓝。哦，要脸。不聊这个，因为我不会玩盲僧。那个，我都不知道这游戏怎么玩都。哎呀，咱聊点别的行不行？还聊什么呀？就聊现在这个状态吧。啊，对不对？现在我们年龄也不再年轻了，是上岁数了，对不对？人现在年轻学员一大块，对，就帅的啊，青春靓丽的都有。长江后浪推前浪，对，我们属于前浪嘛，我们就是还想再浪一浪啊，不想那么快就死在沙滩上。偶尔浪一浪，只要在舞台上，这舞台永远属于我呀！哎，这话对，对不对？嗯，东边不亮西边亮啊，晒完残阳我晒忧伤啊，前夜不忙后夜忙啊，梦完黄金我梦黄粱啊。张老师，咱们这是什么作品？咱们这是，咱俩不是二手相声吗？怎么都40大几了，相声变成二手的了？就是咱们你哎。得符合潮流啊！现在年轻人不都听这个吗？啊、哦，是。年轻人听不听这个呀、啊？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啊。现在年轻人喜欢听什么？嗯，什么流行歌曲？你看刚才什么这京东，二位啊，谢文金，对不对？刀疤东，刀疤东，这名真肉兜。哎，人俩唱的都是流行歌曲啊。很现代的。当然了，我们人各有一号。我们流行歌曲差一道，咱们呢？对了，你看现在流行什么什么 ，Everybody 在你头上爆扣，这个 No Friend 他根本不是 idol， 啊，头上没毛就是一个秃鹫，听完相声给他一顿暴揍，死个人！你先等会儿，这里边还有我呢，这个不是现在流行说唱吗？没听说过唱我的这个，我还不知道这个，咱不知道您唱那么好，你这咱不会。不会就别来，咱们不听这个，咱啊就是跟随我师父的步伐。哦，传统，还传统。对了，传统，传统，京评帮曲，这咱行啊。哦，戏曲小调。哎，你看我师父来讲吧，嗯，唱什么？唱京剧，国粹。哎，待会儿啊会给大伙展示一下的啊，你就听他们荒腔走板吧啊。对，哎，你等唱完了再说。确实有部分人会紧张的，对，这没有，因为我师父人专业啊，啊，唱这个京剧，对不对？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老词儿吧，嗯，就是我师父那叫小帆啊，你听多少回你都不会腻的，特别好听啊，对不对？我听多少年了？怎么样？初听还穿尿不湿，现在已是尿不尽。那您这裤衩没什么用啊，我这花白绣了是吗？谁说绣花的事儿了？我就说人家多少年了吧，嗯，对不对？德云社都成立多少年了，人打小也学这个。为什么大伙儿这个京剧百听不厌？为什么？就是它有韵味在里边，有腔调。但是有些年轻人他不爱听，节奏太慢，是喽，对不对？嗯嗯呀呀的，哦，对对，有这个节奏慢，康啷谁来着康啷，就往上走的嘛，说来就来了啊。康啷谁来着康啷，这就是尿不尽的感觉，这是。哎，到台上一捋胡子，哟，忘带胡子了，嗨。早干嘛去了？这不是忘带，这是掉地上了，这是。
观众看不出来啊，哦，就以为人家是做派啊。康浪贼来的康浪贼来的康浪，又回来了。康浪贼来的康浪，哎，这回带着康浪贼呀，忘穿裤子了。哈，这怎么这角儿在澡堂子演呢？康浪贼来的康浪贼来的康浪贼来的康，哎，都在，哎呀，裤衩呢？就是说，就刚才您没穿裤衩，提裤子就没觉得别扭吗？嗯，倒是有。再说您都穿上裤子了，怎么还去裤衩呢？就是觉得有点旷，还觉得有点凉飕的呢。就说那意思，人家什么意思呀？您这个节奏太慢了哦，对吧？节奏太慢了，观众对观众，您要等，您慢慢来。您听的是韵味，是的。哎，人身上叫什么做派？嗯，那老话怎么说？啊、台上一分工，台上一分钟，是吧？对，台。我要不是京剧演员，你遇什么呀？对我们说相声的都是二手的了，对不对？老人家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对，得有这个，是了，经历这个，你做派什么的都得练，手眼身法步，哎，唱念做打的，嗯，咱没下过这功夫，没来过，咱不行。那咱怎么样呢？这你给我，但我就是说喜欢是喜欢嘛，爱好，对，爱好喜欢点简单的。还有什么呀？比方说，哎，评剧。评剧就更接近咱们普通生活了。对了，你看东北啊，就我们地方戏也都有这个呀。啊、东北二人转，嗯，有这个吧？大伙听着，钱也不又来了，又来了，可以了。好嘞，好嘞。他都有那个，嗯、有那个，有那个二人转，大伙也听过我。腔调，地方戏吗？啊。西山落残阳啊，佳人回绣房啊，桃花粉面。映红妆啊，红妆懒得卸呀，啊，独坐那象牙床啊，啊，阵阵相思声声叹，哪么嗨呀，嗨呀，哪么嗨嗨，无情棒打梅园阳啊，好。旋律很婉转，哎呀，因为他打小受这个熏陶哦，哎，所以说啊，你多多少少这个韵味咱能听出来呀，掌握的不错，人讲究韵味甩腔啊，是是，评剧也比较简单，是吗？啊，对，相比来京剧啊，简单哈、啊，人家也看大伙儿都听过的什么刘巧儿啊，啊，对不对啊？对有那个哎，金凤霞老师，小乔交线那一折，非常的这个好看，小儿挎了一个小竹篮子，哦，这还叫竹篮子了，哎，对对对，这身段人就那么浪，那种感觉，小什么？这什么翘？对，翘不尖那么浪的感觉哈，老得有浪的事儿。哎，瞧着地上，哎呦呦，你看看地上怎么有一块钱啊？啊，一块钱钢镚儿，哇，天哪！好家伙，这腿不容易，真是。真是的，我这是多勉强捡起来、啊。真是，捡为了捡一块钱，韧带都断了。我吃你家韧带了啊？你吃我家韧带咋的？你韧带断了，我家煮的呀？不是韧带有毛关系、啊、哦，没有关系，别提我这伤心事。那个就说那个身段啊，那感觉，嗯、你看小二对不对？有那个，哎，这起来一块钱，哟，不是一块钱钢镚儿，那是什么呀？看看一口痰，哎，看、啊，真是谁吐那么圆啊？讨厌，这儿太脏了。他的心理活动肯定是的、啊，要不然你看着一个石头子儿，你为什么那么高兴？对不对？谁呢？哟，看一石头子儿，哇的天，一个石头子儿。哎，巧儿，你那筐都掉了。巧儿的筐怎么会掉呢？那可不。就是你看一个石头子儿，你肯定不能这么高兴吧？啊，可能觉得哇，我眼前钢镚儿，我的天，我又还没有人看见我的了，我的了，我的了。呀，哎，真是口痰。就是这意思，往哪儿骂他呢？搁这儿，瞧这身段啊、哦，对不对？咱学，你可学学点身段嘛，那、啊、挺好看的，对不对？人唱上来说也好听了，嗯、唱好听啊。啊，瞧来，巧儿我自幼儿许配大家，干啦！哎，不对，许配赵家。哦，赵家是个大户人家，不，那也得是赵家。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你这像是一个量的积累。You know。I know, I know。小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干嘛的？我住而不认识，嫁给了他爸爸呀。太乱了，怎么了？怎能嫁他？你看孔融让梨，人都学过。孔融是这么让的吗？不得，掌先啊，那先贤不是这么说的。要不然你唱，要不你唱。不是我唱，
不是，我听您唱挺好，您唱好听。这我呀、啊、就唱这么，你看这多少年不唱了这段，哦，对不对？不熟悉，拿一个熟悉的行不行？熟悉的什么？熟悉的来一段，杨乃武与小白菜。哦，这个挺好听的，我们对不对？啊，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呀、啊。对呀、啊，您也能来这个。杨乃武小白菜当中有这么一出叫背地血状。您先把那筐放下。您老抬着他干嘛呀？还背地血状、嗯、杨乃武被拘还冤，在监狱里边打得死这儿了、哦、万念俱灰呀、啊、是啊，这动作也就他能来，那、嗯、死这儿不活着、嗯、也得杨叔英来劝他，兄弟你这不行了，咱得活着呀，知道吗？一家大小都指着你呢，在监狱里边你写下状纸来，姐姐替你到京城传御状去。好姐姐，监狱里没有桌子，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哎呀，几句话感动了杨乃武，声泪俱下，声声点刷刷点点写下这个状，太感人了。您给我们在这唱唱这个吧。来这个啊，这个我倒是能来，你说我能来这杨乃武，谁来杨淑英啊？我来呀。你来杨淑英啊？不是，你这不像啊。你我怎么不像、啊、刚才一上来谁让我生孩子来的？也要有这条件，就是我有什么条件？我有，就是你这该隆的地方得隆一隆嘛。兄弟，你还是不了解我呀？什么呀？这是上边掉下来的。哦，对，还挺匀称、啊。对对对，好了，二为一 ，to become one、嗯。行了，你也别动了胎气啊。哎、你来这杨淑英，哎，我来杨。也行，没什么什么词儿，就这么一句。我还有词儿呢。就这么一句词儿。什么词儿？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哦，念白呀，可以吗？那没问题，兄弟你就趴姐背上写吧。罢了，要说这演员太通人性了。谢谢咱们，我咬死你。哎，大黄怎么听话？不是要咬你，不是、啊、我说咱坐，您再扔你未必捡得回来了，你知道吗？哎，谢谢、啊。现在腿脚不利索，对不对呀、啊？不是你，但是有悟性，咱都说出来了。对，那这个词儿是对了，但是比较苍白。苍白、啊，咱跟真的似的。监狱里边来一遍。哦，我得有情绪。对了，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还差那么一捏捏。这个量词你们怎么知道的呢？在监狱里边你能这么平静吗？我还平静了，生死关头啊。哦，对不对？再渲染一下，亢奋一下，再亢奋一下。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乐什么呢您呢？这个我刚要捧，你看你乐了，这全完了。真是他乐你为什么呀、嗯、我估计啊可能是什么生死关头啊，嗯，对不对？你把这种悲痛喊出来，毕竟咱家是被拘含冤在监狱里。我还不够悲痛，悲痛欲绝。还差一年呢，这一年呢我差多少啊？调门不够，声音太低了。对了，调门一嗓子，你就好比他把狱警都招过来那种感觉。得让他知道我们要告状去。对了，兄弟，我救你！加油！不是以前是在宫里当差吗？哎，兄弟，这话过分了啊！是去泰国做过手术吗？我这样的，我是失败了，是怎么了？我这个你声音怎么还叽撩叽撩的呢？这不您让我长调门吗？长调门也得出人声啊！得，我这都不是人声了。这一喊，让观众听着缺少零件，这不怎么乱七八糟的？你一听没有喉结呀、啊？我以为是胡子呢。嗨，别聊了，真讨厌。是，我再试试、啊。对对对，再来一回啊！掌握掌握。悲愤，什么？悲愤，多味儿啊！悲愤味儿什么？我背他干嘛呀？咱能不能聊到一个频道去了？不是一个频道吗？你让我背，悲痛愤怒哦，哎西。我呀，我就这样了。就这样。哎，行不行？也勉强了。啊，你行，180斤大胖子，还一嘟了一块，就这样。多说了两句。咱来一回吧，哈。来，操，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哎，写呀，趴呀，
真趴呀！你当人今天买票看啥来的呀？不是，人家就看你一个180斤的胖子，一个轻功翻转体2天半，啪就落这块儿。我还转体2天半？对，8个小时我就饿死了。我真趴，我不能趴舞台上啊！你趴桌子上不行吗？趴桌子上。对呀、啊。我这袍带挪，我把这话筒挪挪行吗？怎么的还能吃了啊？那银枪伺候兄弟啊，银枪伺候，操！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哎呦，真不错、啊，真说，故事啊，这确实很精彩。我也没想到一个180多斤的胖子，呱咣叽咕叽呀，这可是。而且他往这一趴的时候带油声的，咕叽。你看一起来都是油印。老师，您干嘛呢？渲染你的演技。您不用渲染了，演技特别好。演技好不用您评价，跟真的一样。这是跟真假搁一边，您不赶紧写吗？我这不用渲染你演技吗？不用渲染我了，别白趴了那意思。我都已经炫趴了，您不要渲染了。来，嗯。兄弟，你就趴着姐姐背上写吧。哎，故事发生在清朝，浙江省余杭县有这么一对叫杨乃武。您不要紧吧？介绍一下剧情啊。不用介绍，大伙儿比您知道的多。杨乃武、小白菜都知道了。都知道。没废话。干嘛呢？来吧，来，擦。兄弟，你就趴着姐姐背上写吧。姐姐，你压着我的笔了。这是笔。对对对，把笔给忘了。好的好的。来了，擦，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哦对，还有纸，壮纸啊，咱没有壮纸，拿什么写？拿六写，写个六啊。啊，对，好墨啊！你好机智哦，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对呀、啊，我早就应该想到啊！还有墨呀，好墨，来、哎，干点墨，笔、纸、墨都有了。哎，没有转笔刀吧？这毛笔要毛转笔刀？我知道他们能说出什么来。来了，都没有了啊！兄弟，你就趴着姐姐背上写吧。哎呀，没有呢。好吧，好吧，好吧，橡皮，橡皮。啊，人家买票了，不能让人生气啊。人说有，咱们就得满足人家。观众是我的衣食父母啊。兄弟，姐跟你商量个事儿。怎么了姐？咱不告状了、啊、你踏踏实实走吧。你要不走，姐姐走你头来了啊。不是姐姐，你挺顽强。一姐姐我还顽强？我要有多顽强？你再忍一忍就会过去的。我忍不了了，我忍了我就真过去了。我这么会儿腰间盘都突出了。最后一回行不行？就这一回吗？最后一回了啊，观众不要搭茬、啊、太讨厌了。擦，兄弟你快点趴姐背上写吧。哎，你这边情绪不对啊。你让大伙看看，这个兄弟，你怕姐背不起啊？你怕姐背不起吧？你干什么啊？怎么今天是要看我一个人封箱是怎么着？不是，我感觉你这个状态像贿赂狱警。我贿赂狱警？他们家缺厨子是怎么着啊？您赶紧的吧，好不好啊？哈，你好的，快点吧，最后一回了。好啊，时间也快到了，多新鲜的。擦，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苍翠堂的浪荡隆咚，一个隆的苍听好，西边中悲痛男人。
三军杭州府布满乌云，我本是奉公守法一文举流有系统，官报私仇害良民，官报险故私情，官官相护巡抚唐举都是苦力杀人，胡瑞兰奉旨巡查江南军，不知贪了多少银，傅盆渊千古恨，可怜我居家大小命难存，冒死含冤秋再审，要把这江南的贪官风卷残云呐！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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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苍苍的八大谱，您这是杨乃武写状，这是张鹤伦杀猪。是你的吗？这世界很酷。下面请您欣赏学歌曲，表演者张鹤伦、郎可言。谢谢大伙儿啊，这捧哏的太高了。刚才两位说了一段，哎，啊，玲珑啊，张九龄、王九龙，对，说的不错啊。啊，下去了休息一会儿。大保镖，年轻的人才，这算是，嗯，对不对？假如说的大伙儿很好，观众也报以热烈的掌声。哎，很多观众呢也都睡着了。对，那么睡着了，那谁鼓掌呢？谁说的？倒着可以醒一醒了啊。这个能听出来，大伙儿对我们两个还是不是很熟悉呀、啊，不太了解。感觉到我们上来，你看，好多朋友还举着相机啊啊，这不是给您拍照吗？拍照啊？不是，该拍照拍照没关系，先拍照。我没什么可照的。照照，拍谁呢？您好，您好。但您是拍谁呢？拍我呢？哈、啊，你拍我呢？那你不躲开点儿？拍我呢？你没听见、啊？我怕这灯光不够，给您打一亮。真是的，这样不能不衬托你这死人白吗？你这是你这板砖黄，板砖黄，粘痰绿，你这是你恶心不恶心呢？差不多可以了。痔疮紫。就行了，这录着像呢，都是你讨厌的，净这个。简单的先得介绍一下啊，嗯，我也有自己的名字，那多新鲜呢，不是很出名 啊，也不是什么大演员，我叫张鹤伦，哦，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谁愚的？这愚了一下，我什么也没说，怎么了就愚呢？啊，你大众上还是比较就是那个镇定的接受这个名字，是啊，因为平常说完之后都有掌声，今天确实很安静哈，嗯，这个，哎，不用。不用停停停停，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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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这掌声算要下来了。好了吧，原谅你们的，原谅人家什么呀？确实，人家观众是我的衣食父母，人家买票了，嗯，看着你开心就给你鼓鼓掌，不开心我就这样看着你。对，咱也明白人的心态啊。什么心态？今天来的都是有钱人啊。哦。今天的好票都这黄牛票好，好多翻好多倍、啊。不要提他们那些。就说贵着呢。嗯。难着呢，买着票了，保不齐都是有钱人往这一坐，什么集团的老总哦，社会的名流，商界的精英，嘿，情场的杀手，情场的杀手，啊，没有这个人，就说那个都是有钱人啊，嗯，往这一坐，人家哈给你鼓掌，没身份了啊，有这种想法，不看的。但是呢，我就想跟说，但凡有这种想法的朋友，就想说，你就想多了，怎么呢？都没人看你，全看我呢，嗨，人家看演出，哈。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你、嗯、看我，看主要是为了看我师傅郭德纲，对，于谦老师啊，还有我们的辫儿哥哥，对不对？都是大明星大腕儿。对，我们呢就是小演员。嗯，到旁边这位也不太认识吧？啊，我还是不是大伙不熟悉吧？不那就不用介绍了。啊，因为别介，该说也得说，浪费时间嘛。浪费。说完我的名字，观众都说，哎呀，还没说完，都是这种状态。你介绍的时候，你确实话有点多，你知道吗？你也要尴尬一下吗？我尴不尴尬，反正毕竟咱俩一对儿。接受一下史上最尴尬的时刻，是不？多少年都习惯过了。来吧，见证尴尬的时刻。嗯，哎哎，你叫什么？自己说。您不介绍啊？我别尴尬了，对不对？而且我在台上也不能宣传淫秽的东西。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自己敢说吗？没什么不敢说的。你说，自己说一试试。大家好，我是。闭嘴。我还没说呢，真要说吗？怎么了？有孩子，有孩子怎么了？也能听你这个名字？我名字怎么了？平常都是打码的。谁说的呀？
这会儿马赛克已经摩擦掉了，是吧？哪儿的事儿去了？真要说就必须介绍。拦不住了，好吧。大家好，我是郎鹤炎。谢谢。啊？哟！谢谢。啊？谁拍的呀？哦，刚缓过来，呵呵，刚缓过来，可能话筒是不是刚通电啊？重新来一回，我叫张鹤伦。哇，这个剧场好漂亮啊！啊，没有想到啊，这个剧场好空旷。站那边，我以为您要逆缝呢。他叫郎鹤炎。好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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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嗯，没想到你有这么多钱，雇这么多观众。这不是雇的，这都是父老乡亲。好吧，好吧，是挺好的。粉丝还有捧他的吗？哎呦，好了，你们了解他吗？他姓什么？好 ，so ga。那帅哥有复姓，可没有复姓大黄呢。这，我大黄，他就是小白，你知道吗？复姓大黄，说单字名狗，字京巴，是不是？你也叫小白。单字名狗，字小肠。大黄，大黄，来人看你呢！来人看我怎么了？坐。啊，你不像坐。蹲。啊，哎，秀。秀。大黄，撩。撩。就这还好意思找嘴了呢？今天没喂狗粮，小白给我捡回来。说那么多句废话有什么用啊？对不对呀？关键咱平时训得好，你知道吗？我看你最近有点顽皮啊。你还有点淘气呢。咱能不能好好的按套路出牌啊？这不就是套路吗？不是。观众喜欢你，别骄傲啊！我没骄傲，您老诋毁我呀，对不对？有点名气吗？你有后面的名气大吗？我没有啊。还是的，低调点儿。是啊，你的低调的感觉要跟你的身高成正比。我跟郭老师一边高。哦，都1.83米。孩子会说话。那是的，我师父那是巨人。嗯，对，锯掉腿的人。你马上也快了，小点声，小点声，他应该听不见啊，没听说过。这会儿没事，他这会儿他换裤衩，换衣服呢，换什么？换衣服呢，没时间看我们啊，小演员，小学生，嗯，不认识没关系，对不对？哦、一回生二回生吧，啊，对不对？就没熟过是怎么着？一回生二回生吗？啊，一回生二回熟，那三回就是好朋友。对，不认识没关系，慢慢来嘛，嗯，对不对？跟观众朋友，我觉得就得打成一片。哎，这话对，上回的观众给我打的一片一片的哈。您是干嘛去了？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可能说人不爱听了呗。哦，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拿出自己擅长的东西，让观众喜欢，来点让大伙爱听的。对了，都知道我们演员有四门功课啊，对不对？说、学、逗、唱。对，哪门弄好了都不容易。是，刚才也展示了、啊、绕口令，很不容易。这就是锻炼演员这个嘴皮子的这个。什么叫嘴皮子？就是嘴皮子的干净利索。干净利索，对对，干净利索啊，都是这个呀。对，报菜名、地理图啊、八扇屏啊，当当当当的都得背这个呀。贯口嘛。对对，你八扇屏啊，都听过什么？后汉三国出了一位莽撞人，自从桃园结义，好多好多词儿，后面还有，对不对？是不少。对，但是罗列名词比较难。地理图啊，老挝、万象、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孟加拉、印度、加尔各答、孟买，然后就坐飞机就回来了。哎，您这地理图真方便啊。不是。这个罗列名词人家不爱听这个。爱听不爱听啊？你来这儿为了听这个吗？地理图也听、啊、来两句。台底下都是捧哏的。好家伙，我要不来一个他们好像以为我真不会似的。那您真会吗？不会 啊不会。您这么硬气。那不会敢说吗？您会。会不就背了吗？对，您到底来不来您呢？老挝、万象、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孟加拉、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过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安卡拉、过黑海、到乌克兰、莫斯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罗的海、到芬兰、瑞典、斯德哥尔摩、挪威、丹麦、德国、柏林、布拉华沙、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布达佩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索菲亚、希腊、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意大利、瑞士、内瓦、法国、巴黎、马赛、地中海、直布罗陀、葡萄牙、西班牙、马德里、过英吉利海峡、到伦敦、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冰岛、过了大西洋、到美洲、走加拿大、魁北克、纽芬兰、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墨西哥、中亚、美利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
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圭亚那、巴西、秘鲁、乌拉圭、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智利、圣地亚哥，然后坐飞机就回来了。哈哈，很瓷实啊！你看这嘴皮子，当当当当，也有成本大套啊！确实很利索。捧个我们这成本大套，捧人的、什么呀？就那么一句词儿，好，嗝儿。我们没有这样啊，就这个，他们捧哏的在台，就是在台上骗钱。怎么说呢？我们就骗钱了，我们也有这些呀。啊，基本功都有啊。对呀。唱知道是什么？唱太平歌词啊。呀。怎么？呀。干嘛呀？还真知道哈。是啊。太平歌词。嗯。这剧场来说呀，很少有人唱了。唱的少。对不对？因为一唱就是一下就是来回叨叨的唱。哦。乍一听啊，可能听不惯。但谁说您听进去了？听个三五分钟，您再想出去抽烟。上厕所嗑瓜子不能了，喜欢了，气死了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来两句，您也会唱啊？来两句，你听听啊！啊，我们听听。天为宝盖，地为池，人生世上浑水的鱼，父母养儿鱼帅子，子孝孙贤水养鱼，人生在世非容易，那气化腥风肉化泥，龙游浅水是朝夕呀夕，那葫芦平阳是被犬欺，得了志的狸猫换四个虎，落了魄的凤凰就不如鸡。我一言唱不尽这劝人方一个小段的，我是愿诸位那句句啊，欢乐是授予天齐。好，感谢三楼的朋友。哪儿有三楼啊？他三楼的，你看这个挂那儿呢，看不见吗？在那儿飘着呢。挂着的不是灯笼吗？有一个飘着呢。哎呀，好啊，唱的好棒啊！行，那你也跟他一块儿回去吧。谁说在我后边啊？别吓唬我啊！就是观众喜欢啊，本门传统的也有人喜欢的。对。但是今天往台下一看，年轻人居多呀。青年朋友。对了，年轻人都喜欢什么呀？啊，流行歌曲。歌曲。对，尤其作为我们这些九零后台子，对于流行歌曲来说，你等一会儿。人家九零九龙九零后，您也。就我们小哥仨在一块儿经常玩耍。您别来这套了，您长得跟人家老姑父似的，您这。去你的！我还长得像他舅呢。你哪儿都九零后去呀？我九零后边行不行？你是九零后边，我还九龙后边呢。这个，我是八零后的啊。八零后于什么呀？你没看过身份证吗？谁看你身份证啊？七零后，七零后也不行了。六零后，哎呦我的，对，我是清朝的。嗨，是别人迁坟把我放外面了。我回去了。不是，你先过来，过来，过来。你也是，要不然你能看到三楼还飘着的呢吗？说什么？我都岁数这么显老吗？啊，八五年的、安排。你都这样了，你安排谁呀？你安排无所谓，心态年轻啊。哦，这明白了。也听个流行歌曲什么的，也听过呀。对呀、啊。啊，也爱这歌吗？啊，来两句。啊，好啊。现在流行的薛之谦，听过吗？哦，薛之谦啊，我知道这人。那个，我能摸你的头发。只是现在都没有了，好几年前就没了。这歌不太适合你，换一个、啊、再换一换。如果有人在等他，拨弄他的头发，你要不你再换一个。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得多大风吹我头发呀？就让那大风吹，大风吹，吹呀吹。你还是举一杯天上的水吧。啊、醉一杯天上的水，我会。你会什么呀？你别老跟我这发型较劲的。这歌可能不太适合你。太不适合。那你这我一唱，你也听过这样的歌是吧？我也知道，也不少流行歌曲。对，薛之谦，我喜欢民谣。又改民谣了。哎，哦、当年比较火的那个叫宋冬野。宋冬野。哎，唱的歌好听啊。嗯。记得吗？董小姐那个。哦。董小姐。你的鼻子有两个孔。你等会儿，等会儿，这不是董小姐，这是谁？猪八戒，这是你二哥。怎么了，二哥？我像你二哥，我像你猴哥。你还像我猴叔呢？呆子，
就这个就猴哥了啊？哪儿的事儿去呀？我像谁？你像谁？你谁都不像你。那、这个董小姐是吧？嗯，很好，还有那个什么斑马，斑马，斑马，不要睡着了。我估计是个他在动物园工作。斑马，哎，起来，别睡了，吃屎吃屎。我这应该孙老师唱，孙老师应该唱大象大象。不要睡着了。孙老师唱过这歌，大象大象，你的鼻子那么长。那个没听说过，这是啊，他唱什么歌曲？这都是没民谣啊。民谣是这么唱吗？民谣，还有那个叫那个唱成都那个赵雷。哎呦，还真知道。那我成都啊，让我掉下眼泪的不只是昨夜的酒。这副歌也好听。副歌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但是我觉得在天津就不能唱这个。那唱什么？得唱天津 啊。和我在天津的街头走一走，嘿，真好啊，到哪儿都唱哪儿。好，哈尔滨呢？和我在哈尔滨的街头走一走，没听太清楚，这样的吗？乌鲁木齐。和我在乌鲁木齐的街头走一走，也是一样的。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和我，你说是哪儿？特里尼达和多巴哥，不去。你真大傻子，坐飞机又回来了。我不去，我去那儿干嘛呢？哪儿不去干嘛呀？那么多词儿，这一共就这么一句，唱不了那么多词儿。那前面二三四都能唱进去，对不对？赵雷，我喜欢他，你唱那个歌、就喜欢这首。谁说的？画画。对了，他有一首歌叫《画》啊，很出名。怎么唱啊呢？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嗯、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怕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为冷清的房屋画上一扇大窗，再画上一张床，画一群姑娘陪着我。想多了。嗯、一个。一够吗？一个啊，画一个姑娘陪着我。又画个姑娘陪着我，再画个姑娘陪着我。你要那么多姑娘干嘛呀？打麻将。还非得再凑一个是怎么着？就是四个人打麻将、啊、人就这一个。一个。对，听你的。画上用你的用手触到的彩虹，画中有我决定不灭的星空，画上弯曲无尽平坦的小路，尽头的人儿梦一如。我没有擦去争吵的橡皮，只有画着孤独的笔。夜空的星星不再亮，只有孩子在寂寞地唱，为寂寞把这夜空画上一个月亮。就不到我这儿找不着底是吧？这月亮也是我。圆月。圆月。满月弯刀。满月弯刀。圆月弯刀。听你的。你不听我的也行。这就是赵雷。嗯啊，当然我们那个岁数喜欢的都比较是老派歌星。啊，还有啊，年轻的什么不行，什么这哪差点劲爆的。对，我们都老派歌星，当年的小虎队。哦，小虎队，哎呀，啊、那个小帅虎、霹雳虎、嗷嗷虎三个人驰骋了。嗷嗷虎是不是？不是，小帅虎、霹雳虎、贼拉虎，人家贼拉虎也没有。小帅虎、霹雳虎特别虎。你到底想说哪三个虎？就是特别虎、嗷嗷虎、贼拉虎。你这是东北虎组合吧？Yes, it is。什么意思啊？小帅虎、霹雳虎、乖乖虎。哦，对，乖乖虎啊、哎，三个人，对不对？有那、这个说把你的心、我的心穿一穿，然后放在咱辣椒面烤一烤。这还是贼拉虎，这都当年我们那年代的歌。嗯，后来就是那个什么 TFBOY 了、啊，现在仨小男孩了，也是组合。我们那年代还有四大天王。对对对，是吧？啊，魔力星、魔力红、魔力海、魔力兽。哪四大天王啊？那庙里那四个，那是你说哪个？张学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那能不知道吗？都知道还，对不对啊？黎明的代表作是什么？今夜你会不会来？不去。
今夜你会不会来？我不去，看什么呀？你死去吧。啊，我说这歌名今夜你会不会来，我约你呢是怎么着啊？我哪知道啊，我从很少跟秃瓢接触。你要点脸吧。好好好，听你的、啊、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嗯，郭富城，对你爱不完。呀，牙碜，歌名对你爱不完。知道我对你爱不完。对呀、啊，觉得我可以天天年年一。我别摇晃了，油都出来了。我去你，你那才板油呢。谁板油？你瞅那样子还摇呢，还。是纤纤细腰。这叫纤纤细腰。嗯，来，您在这儿给我们再背一地理图。去你的吧。来，我就说不行吧。啊，这黎明。郭富城。啊、对对对、刘德华。刘德华。谢你的爱。那歌太多了。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这分明是一种痛苦、啊、哎呀好痛苦啊。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不对。哎，不是这个调。哪个？什么时候这吃着火锅唱出来的？这个就是谢你的爱吗？不是这个。怎么调？你别瞎唱，前面都没有唱对的。那怎么唱？刘德华。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这分明是一种。你不要唱了，你不要唱了，你再唱就是麻辣烫的味儿，你知道吗？听我唱，听我唱。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知道为什么咱俩都这么唱吗？为什么？刘德华唱错了。这不是这就是原唱吗？对对对，这其实是原唱。我觉得也是，就是谁这么唱吧，得有个花椒味儿嘛。对对，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还打着麻将呢。这分明是一种、啊、好了痛苦、啊、还是吃着唱哥。刘德华的歌曲，都喜欢他吧？那个，对，我们的这个年代的歌曲都是那个年代的。啊、好好，张学友，张学友，对 ，Take Me To Your Heart， 太什么 ？Take Me To Your Heart 多火呀 ！Take Me To Your Heart， 吻别，英文版的。哦 ，Take Me To Your Heart，Take Me To Your Soul，Give Me Your Hand Before I'm Old， 还带字母呢。对 ，Show Me What Love Is Heaven Get the New， 你可以了，你简直。Show me what wonders can be so 啊，这唱接着唱，后面可能我就不会了。丢脸不丢脸呀？不会了还往下唱啊？确实，人家这么经典的歌曲，怎么会唱这个呢？就是啊，对不对？人经典的歌曲吻别都会嘛。对，我也喜欢嘛。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更经典一点。什么？更经典一点啊？当然，大伙都熟悉的歌曲，吻别呀、啊，对不对？什么什么？今夜你会不会来？那黎明的嘛，你的爱还在不在？哦行啊，行啊，都是那年代的。想和你再去吹吹风，不要老提吹风这个事儿哈。还是可以迎着风，随心一说心里的痛。有两下子呀，我没想到啊。哎，我也爱唱这点儿。行，还真是也会唱。对 对, 对，但是唱来说我还是比你强一点点。您怎么比我强呢？咱好编呢。哦，您改编。哎，好编啊，编唱啊。哦，好好好、哎、最近编了一个叫队长之歌。队长之歌。嗯，哦，我现在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队了。啊，还有九队吗？对呀、啊哦、咱接的谁您不知道吗？哎，来一个，来一个，那我们听听听听那个、嗯、队长之歌啊。一队是德云总队长，啊，乱队队跟我们可不一样。怎么？他是我师父的爱徒，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副总吗？对，副总。嗯，哎，副总权力大着呢。那可是太厉害了。三国的一个人物。三国哪位呀？孙权。栾云平跟孙权有什么关系呀？这孙子有点权力。这。你马上就没演出了。别挺好的、啊、好、嗯。
二队是李和东队长，嗯，他的名气没有他们响，哎，但是他有一张刀疤脸，都管他叫德云火焰王。贺东很暖的。三队是孔云龙队长，三哥，他曾经比岳云鹏都强，嗯，只因他被炮崩过还出过车祸，虽然没事的影响了智商。孔老愣嘛。四队是严和祥队长，嗯，至今单身还没找对象，都以为给太子捧哏是多么辉煌，哎，可打理一年只演两三场。哎，是。五队是哨兵当队长朱云峰，他来的时间比我们都长，天使般的身材让人羡慕，魔鬼的脸庞让人惆怅啊。七队是孟鹤堂队长，嗯，他画的眼眉确实很漂亮，说学头唱唱歌跳舞有模有样，不错，搭档是爱下班的周九良，嗯。八队是张云雷队长，不光长相让别人欣赏，一曲那谈情水河火遍了全国，小曲儿一唱让人情断肠。好。九队是九铃铛队长，真有啊，他这个队长今年刚当上啊，刚当当上。你乐什么呀？六队是我来当队长，啊，说到你了。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相信他坚持不懈奋发图强，终有一日超过岳龙岗。前面都还行，这后边是什么呀？怎么了？说到你还超过岳龙岗，超过郭德纲，还唱呢，还敢唱呢啊？还说自己风流倜傥，这不是骗人吗？这你这哪儿风流倜傥了？这不风流吗？那是风油，那是。你给我们唱点实际的，唱唱你实际的现状，实际的词，我们听听。六队是我来当队长，好好唱。半红不火让人心发慌，哎，中年肥胖有你大叔包袱也不香，嗯，队员的篡位憋着当队长。对了，如果他在相声路上看见了曙光，怎么样，他要感谢师父郭德纲。你感谢师傅拍我这边干嘛呀？当然还有他的师娘。还是没有我。我说你鞠躬都不带我的。这世界很酷，天津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来到天津德云社的演出现场。首先请您欣赏相声轻歌慢舞，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怎么了，听着稀稀拉拉的掌声是有点失望了吗？我们刚才一上台都听见了啊。你刚开场以为是秦霄贤，这不是何九华对不对？啊，不是秦霄贤啊，在厕所没出来呢。嗯，何九华去厕所看他去了。哈哈，说何九华上厕所给他送纸去了，好像闹肚子，好像是。对。啊，昨天晚上就是那个上吐下泻的。嗯。啊，别这么说，开玩笑的，别当真啊。我怕他不当真，啊，老秦注意身体。没事。啊，九华注意身体。没关系，这不全都录下来了吗？没事，开玩笑，他们两个也刚才那个大褂起了点褶，嗯，是吧，在后面运一下都褶子了。对对，换我们两个上来没有关系啊，上台来可能有点失望，对不对？失望来说，你们尽量给我开心点啊。
不是吧、啊、我们上台来有好多朋友对我们来说还不太了解，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嗯，我叫张鹤伦。遥远的那边有个大哥喊了一句，我爱你，哈哈的来呀、啊、什么就来呀、啊、开开心心的嘛，哎，说相声呢，上什么花茶水啊，人家花钱了，花钱啊，真是的，有钱就不一样啊。你看，嗯，等你上完我再说。那、嗯、还有300多位都没喝、啊，那算了，跟大伙聊一聊天啊。嗯、确实来说，今天看谁来的呀？啊，我师傅，我，嘘，大点声，装没听见呢。都是看我师傅郭德纲来的，对，还有于谦老师，嗯，人两个都是大腕儿、啊，我们呢都是小学生，是我们这叫好车别爱破道，对，说完了赶紧怎么说话呢？这是叫什么？破车别爱好道，看人家来的，嗯，当然了啊，怎么人也得自信一点啊？那是啊，保不齐就那观众人就看看张鹤伦来的，保不齐吧？啊，你看举个灯牌，张鹤伦我爱你，你看啊，哪儿呢？行了，别回头，骗你们的，嗨。还真有回头的哪儿的，哎，找找啊、哎！最后一排那大哥回头，嘎的保安举的呀，太不长心了，真是的，咱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嗯，旁边的这位，郎鹤炎郎老师，您老师啊，有喜欢他的吗？啊，算了，我谢谢各位。啊，还真是啊，喜欢他的观众都已经坐在了这个剧场的外面。嗯。没买着票啊！啊，那是了，不像话。这几都有啊，张鹤伦、郎鹤炎，小学生不值一提。对了，人家观众现在都喜欢年轻态的演员，好演员，小鲜肉啊，长得漂亮，这是腊肉了，这腊肉，肉松，我比他还糟践呢，是吧？都是那样的啊。但是我们来说吧，也有年轻的时候嘛，多新鲜呢！啊，干人家年轻人还是比不了的啊。人家天天年轻人现在都哪儿去啊？哪儿去啊？对不对？人都有的不来这剧场了。那干嘛呀？夜店啊，酒吧呀。对，著名的夜店，什么 Seven Eleven 啊，到那儿。啊，您先出来，您先出来。夜店 Seven Eleven， 对，那是24小时超市，夜里开的店吗？夜里开的店就叫夜店呢。啊，太平间还是旗舰店？怎么想家了？回去看你去。不是胡说八道吗？这是夜店，都是那个酒吧夜店，名字不一样。对，都到那儿玩，灯红酒绿，是纸醉金迷呀、啊！好家伙，这两句成语跟哪儿抄的？这是到那儿玩去？嗯，什么 bouch bouch， 对不对？啊，都是现在流行这个节奏的嘛？什么 everybody 在你头上暴扣，什么 no friend， 他根本不是 idol， 他头上没毛就是一个秃鹫。听完相声，给他一顿暴揍，死根儿。都是这个，我招你惹你了，在我这儿暴揍。年轻人不都这个吗？年轻人喜欢，对不对？嗯，到夜店里边来说，人家消费啊，花钱。哎，现在流行那个什么重金属音乐、死亡金属、摇滚金属，是吧？啊，那个、太闹的慌，我不喜欢那地方，很刺激嘛。啊，那就现在年轻人有的是都是那种潮范儿才能去那个。潮范儿，你看，染个头发呀，哦，到那弄一钉没钉。眉钉、鼻钉、哦，唇钉、嚯、哦，舌钉，哎呦，牙钉，您瞧瞧，下巴颏钉，对，这有个前列腺钉，对，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不是有一颗？人那叫齐钉，齐钉、嗯，对，齐个钉子，对，多扎得慌啊，齐个钉子。都那个什么铁圈、铁链、钢环，这钢圈的。这怎么刚从修理厂下班是吗？都那个铁条的啊，哟哟哟哟，这不看模子啊？啊，对，就怕遇见磁铁。为什么？遇见磁铁，当就贴上了。你别带那个好不好啊？都那个范儿的，嗯，咱去不了那地方。哦，咱们喝的东西什么都什么洋的，什么什么 tequila， 啊，龙舌兰，是不是那个？嗯，对不对？一般来说，来一杯，哎，放一个柠檬片当点缀，也是为了遮遮味儿。哎，我要去，我就不喜欢柠檬片。哦，换榴莲。换。tequila 是放榴莲。来个榴莲圈挂杯上，榴莲还得弄成圈。对，你加块臭豆腐好不好吧？咱们这潮范学人家没有那么犯味儿，所以说跟人家叫格格不入。哦，啊，听点什么音乐啊，也不是现代这种音乐了。那您听什么音乐？传统的，比如说呢？哎，我不知道现在大伙儿听知不知道，我们那年代都听什么，像什么那个咱们这年代啊，周杰伦。哦，都知道。周杰伦啊，不知道。啊 ，Go out。什么 ？Go out。
哦，你 quout 是英文啊？我以为刮他，我说刮人家干嘛呀？英文呀，您直接就一句 out， understand， pardon， what， what 啊？这俩意思差不多啊？什么什么英？你说的什么？哎什么哎哎什么？反正英文你也听不懂是吧？我英文听不懂。对对对，你也听不懂这个。哦，咱就用中文交流就好了。行，对不？该说点周杰伦。周杰伦，小天王。啊，对不对？人家是巨星了，但是嘴里唱的永远是有点模糊啊。什么叫模糊？就听不清他唱的是什么。有吗？当年的感觉吗？是吧？谁见过周杰伦一边唱一边乐的？因为我，你猜我唱的是什么？哎，你猜对什么词儿？我送你个 iPhone 十二 Plus。iPhone 十二有 Plus 吗？人家不是 iPhone 十二 Pro Max 吗 ？Plus 不是七才有 Plus 吗？对，我喜欢周杰伦那年刚出七。什么乱七八糟的？他唱的这个我也听不清楚啊。算是甭管，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让人一种猜的感觉。我怎么人家就猜了？人家有唱得清楚的呀。比方谁啊？什么？千里之外呀、啊。那是费玉清唱的。怎么费玉清唱？那俩人对唱的。就像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清楚部分都是他唱的。是、啊。费玉清唱歌很有特点的啊。看着上方的灯，看着灯，抬着头，这只手揉着心脏。怎么了？真情像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就在最冷枝头绽放，万丈阳光照耀你。换这边，我行了，可以了。大家好，我是小哥费玉清。灵魂附体了，您这是小感觉啊，写的都是小感觉吧，有点意思。在周杰伦歌比较好的，嗯，就比方说跟套马杆什么，当时他们结合特别好吗？胡说八道，不有那么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蜀汉里是前朝的飘逸，而我只为遇见你伏笔。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习武之人切记，忍者无敌，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习武之人不去一身正气，嘿巴扎嘿。好，这应该是他唱的最清楚的歌了啊。人家的神调啊配神曲，神调神调配神曲嘛，都有这种感觉啊。嗯，好，我们来说，喜欢听就是听这种歌。是你们一听说啊，这年代太久远了，没办法跟不上了。对，我们都是年代了。嗯，他我八五年的，他是五八年的，我们两个谁五八年的？你不是大跃进时候出来的吗？这跃进的也太大了，这个就我八一年的。那年代你们都听什么歌？我们听的歌那比这个还要老一些了。比方说呢，就是电视。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就是那年代的，是吧？我怎么觉得我要退休了呢？那是，是不是那年代的啊？那会儿我们有这歌，对不对？嗯，喜欢那个什么看什么《还珠格格》，《还珠格格》那都往后了，九八年了，那是。对，主题曲什么啊？大象放屁，当，对不对？什么俏皮话啊？哦、说错了，孙悦放屁，当。孙老师跟他还在争着呢。那个时候那年代那就叫当，没有那其他的，对不对？还有那时候渴望，渴望啊、对，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嗯，您累了累了啊。敢问路在何方是西游记的主题曲。这个应该是一首歌，两首歌，我认为是一首，这俩都不搭嘎呀，差不多不能够。他唱你听听啊。怎么唱啊？你挑着担
欲说当年好困惑，迎来日出难取舍，踏平坎坷成大道，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是不是一首？是。听话，我的小表妹儿。你唱的挺好的，老帮菜。呀，还有点词儿，我的老 baby。没事儿啊，小表妹儿是个什么词儿呢？听着吧，你个嘚嘚儿。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听着，现在词儿可好玩了啊，对不对？现在来说，听着这些啊，不习惯了。嗯。我们那时候就听这歌啊。哦。老歌啊，还有我们就。有一个我们当年特别流行的这个组合，什么组合？不知道你们知道没有？叫凤凰传奇。啊，那是你们当年的。说的好像你不是一样。我们都是夕阳红那个年代的，你知道吗？对不对？啊，那年代人家那时候叫神曲，又神曲了。哪个广场舞大妈没听这个，没跳过这个呀？那会儿手机里还这个呢，对不对？嗯。又当年有什么，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遥远的边疆随我去远方。为什么这歌叫神曲呢？为什么呀？就因为这歌，你看它的节奏是神奇的，怎么神奇？放什么词儿都正合适。那自由飞翔就是自由飞翔，还放什么词儿啊？什么词儿都合适啊？放什么呀？比方说《唐诗三百首》。唐诗，哎，放这里就正合适，这不胡来吗？你看，比方说啊，那个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是不是很神奇啊？这就是偶尔的一首，让你给凑上了。什么叫偶尔啊？啊，什么叫偶尔啊？干嘛还来劲儿了？对了，这我这叫能耐。别的也行啊？当然了，唐诗都能搁里边。当然了，裤衩着火，当然了。这是个什么俏皮话？这是老词啊，来，悯农，我听听。悯农，嗯呐，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还真行啊。当然了、啊、当然了，咋着又然了。你甭来这课，再来一个行吗？可以啊。咏鹅。别乐别乐。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还真难不住了啊！当然了，已经快着没了啊、嗯！好，好，好，早发白帝城。好，没听。朝思白，朝思白帝，朝思白帝彩云间。来呀，快点！哎，这字儿多啊！快点来吧，你个老 baby。张没戏了。朝着白的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双停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嘴皮子倒挺溜骚，能耐哦。这叫什么？这叫什么呀？纱窗擦屁股。怎么讲？露一手。对，哈。您这太恶心了，这个都是能耐。好家伙的，以后别老拍我了啊！就是你也来点能耐呀！我来能耐，来什么呀？你看我，要不说捧哏的来说啊，就这点。怎么了？逗哏的，当当当，成本大造，捧哏的，嗯啊哦，就这个。我们是这样的，就跑台上听相声的。他十八字真言吗？嗯啊，这是哀海又何？别停腾，就这么点词儿。别停腾是什么？有那个拿那扇子打他们，知道吗？嗯，别停腾。是吗？有人没有这个？有这个。回忆回忆，啊，是有这个。怎么呢？但是我们这话都是在结构里边。我就是你呀、啊，在台上也展示展示，你别老站台上骗钱啊。我没骗钱呢，我展示。来，你也能能的展。你看我唱半天了，你干点什么呀？要不你跳一个行不行？我跳一个啊！我跳一个什么？能跳吗？我跳一个。社会很单纯。我跳。你就不如那个，我害怕呗。
不是，我是那闲诗，我是那个。那鬼魅伤我分毫。我要害怕鬼，我就不看你了。我就害怕你半夜让我睡不着觉。就是他，知道吗？打呼噜，我们俩谁也别说谁啊！哎呀，我真是咬牙放屁带吧唧嘴的。那是你都吃饱了，你这。哎，咱俩展一回，展现什么呀？我唱一回，你跳一回。你现在先告诉我你唱什么呀？唱一个，唱一个，唱一首《牧羊曲》。牧羊曲，哎，有个好家伙，这估计跟亲爱的朋友们都代沟了。这是少林寺的主题曲，对，李连杰老师主演的那个。要不说我们这个年代就喜欢这老的吗？啊，对不对？当时画面极其唯美。是，我一看你把这个舞蹈啊，就那个歌词舞蹈的方式，哎，这让大伙看看，没几块成精飞起来在空中砰的一个那种感觉。大过节的谁看这成精的？这有看的吗？这个对不对？展示一回吗？啊、行行，我试试，我琢磨琢磨啊。再来一回，好，我准备准备啊。干嘛还露出三短的胳膊？什么意思？三短的胳膊这词儿。修长的小胳膊。修长都说大腿。不是，你看，啊、你看，咱俩差多少？确实，我们俩这颜色确实一黑一白啊。但是这么短儿，哎呦我的天，真好玩。嗯，大伙看看什么吃，什么叫煤气罐成精啊？你看露出修长的小短腿儿。你看。你老露腿干嘛呀？我的天！哎、你这胳膊比我还……我刚才是六步走上台的，他是14步。我们就为了省电，你知道吗？来一回啊！来，哈，不行，我还得再记。怎么？干嘛还记啊？没事儿，好，就对对对，确实太短了，还得往上露露。来了啊！来，你往这往前这站点儿。好，刚才得说周杰伦没听说过就是他。来了啊，日出嵩山啊，这是啥？日出，这太阳就叫你举起来了，就这样。哎呦我天，可以啊，来了啊。日出嵩山啊，晨钟惊飞鸟，林间小溪水潺潺，坡上青青草，野果香，有山花俏，狗儿跳，羊儿跑，举起鞭儿轻轻摇啊摇，狗儿跳，羊儿跑，狗儿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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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是牧羊犬、啊、我这是牧羊犬。别唱了。